开机仪式，本来我今天是全内打，结果突然今天放晴之后呢，我就变得没班，所以我今天是在一个很轻松的心情过来开镜。大家比一下吧，好，圆满哥，耶，圆满哥，圆满哥，良辰吉日就快到了，我们就要选择一个放的时间点，大家看人数这么多，找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呢，祈求大家在这部戏当，因为这部戏呢，目前估计今天是9月多，也要到10月多，明年2月多才会杀青。民国108年，国历9月22日，农历8月24日，吉时，东森电视年度大戏《美味满格》吉时吉日开镜仪式，由东森电视张董、营运长暨全体员工及共享影像制作，庄文信暨导演吴蒙恩、叶宏伟编剧佩瑜暨全体演职员在此祈求《美味满格》开镜顺利，收视长虹。拍戏最主要是要顺顺利利，让大家的团结一致。大家也知道，每天都要播，需要的量很大，人也很多。总而言之呢，就看看等一下，目前我拍戏每一部戏在开工的时候都是发炉的状态，